爸在成都这个塔塔，你说我土就土嘛，我崩啥子何苦嘛？哎，成都人说成都话是对的噻。你咋的哦？脑壳麻的，说声音像刘德华的哦。现在音乐市场不景气，必须要有人推，再配上高端大气上档次的 MV， 才有人听，有人看，有人装起帮你吹，就像个 superstar 一样，但水平。我呸！老子要是有钱了，别要找最专业的团队嘛，用最高档的设备来给成都拍个超帅的 MV， 在网上狂转几百万次，引发关注上了电视，给成都长点面子。拍哪儿呢？老成都气息在哪儿，我就拍哪儿。那南门比北门还撇点，老子还不屑点。全是高楼大厦，所有城市都一样，好惨哦，点儿都没得成都这儿的感觉，莫反驳。我就觉得北门深巷子老房子帅有特色，老墙上有个缺缺，都老过你们爷爷，拍出来肯定特别。老成都原汁原味，就算变成了旅游景点，别个觉得配。我用成都话来扯把子，学龙门阵扯耍，成都哪儿最 hip hop， 让我来给你解码。北门最 hip hop， 北门最 hip hop。看到街上哈手哈，你不懂哈手哈，先去网上了解一下 hip hop， 然后再来成都逛哈，看哈哪儿最 hip hop。不晓得我不是贴吧子，我不是在扯耍，北门最 hip hop， 北门最 hip hop。肯定有人觉得南门才叫 hip hop， 跑车豪宅 nightclub， 漂亮妹子哎呀太浮夸。我坐到苍蝇馆子，我也觉得我不瓜，你非要觉得老子瓜，成都 style 你懂不起哇。花痴的消费，二十年前全身只有五毛，说钱嘛不来头，城北富了好多土豪，你瞧不起嘛？你要鼓捣比手。人家开辆宾利送货，五块是到土桥送货，送了八百货肯定是搞批发，顺到人民北路跑到火花池去追查。哎，你不要疯嘛，按到就往火花池里冲嘛，便宜货你弄嘛还疯呐。谁火花池里都是歪货，谁等于你没买过，谁穿的就跟真的一样，时候你还拽哦。修了天台火花池，他也早掉来摔了，别改再改了。我用成都话来扯把子，学龙门阵扯耍，成都哪儿最 hip hop， 让我来给你解码。北门最 hip hop， 北门最 hip hop， 北门最 hip hop， 看嘛，街上哈手哈，你不懂哈手哈，先去网上了解一下 hip hop， 然后再来成都逛哈，看哈哪儿最 hip hop。不晓得我不是扯把子，我不是在扯耍。北门最 hip hop， 北门最 hip hop。把地图掀开，火花池掀开，现在被捏开。住宅是五块，是不宅是火花池是铁盖。那又有好多人，他又要往那边跑了哇、啊。那是不是又有好多货要跑到那边去找了哇、啊？原来小商小贩起早贪黑，五块是钱，好钱嘛。火车北站来了外地人到北门，好钱嘛。开了天盖又有好多商机用来，好钱嘛。媒体扮成的汉子，你们过个毛年？啥叫哈手哈？汉子砸进吃票儿在街上，落后都僵尸历史繁荣是咋个开创？要哈手哈，生活艰辛，市场是个衰样。啥叫哈手哈？打拼模式开上，感觉别个好多年前就在吼了哇、啊。只要有钱赚，你也不想走了哇、啊。城北人说你们懂锤子，我们守到他，风水轮流转，未必都叫妈。我用成都话来扯把子，学龙门阵扯耍，成都哪儿最 hip hop， 让我来给你解码。北门最 hip hop， 北门最 hip hop， 北门最 hip hop， 看嘛，街上哈手哈。你不懂哈手哈，先去网上了解一下 hip hop， 然后再来成都逛哈，看哈哪儿最 hip hop。不晓得我不是扯把子，我不是在扯耍。北门最 hip hop， 北